大饮食啊！他只要昏倒的话，你要负责是不是？你要坐车的时候安静一点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的车，不然就下去。哎，讲说不能吃东西，不能吃东西啊！掉下去啊！他的不舒服，让他吃。他有没有爱到你？那是驾饮食啊！那你有贴哦？我知道。啊，你知道？他有爱到你吗？啊，真听到他讲的，他只要昏倒的话，你要负责是不是？我现在要找医生。哇，你叫他可能刁动，要他一定是饮食啊！可是你要不要下去？我们叫我叫我下去。啊，我们回华嘞。你不大声干嘛？啊，你叫我下去干嘛？我叫警察来。啊。他是警察，是说他错还是我错？他人不舒服，他吃东西绊到你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叫你下，叫他下去啊！那你下去好了。大家看叫他下去的，请举手。没有人举手，你眼睛画他不是？你要坐车的时候安静一点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的车，那你就下去。名字给我，去投诉。你名字给我了，在上面自己看。下去，加油下去！我会滑吗？下去，我会滑吗？不是在你，你骚扰到其他乘客，就下去。我会滑吗？下去，我会滑吗？他违法吗？他违法吗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拍照是不是？